虽然很晚，现在时间几乎是晚上的快十点的时间，我们来到了鹿港老街。现在正夏天，第一站就吃刨冰。好鲜冷。新娘是这边非常有名的刨冰店，常常都坐到满到外面来。我们今天难得有机会进去吃。哇，有好多餐哦！你们要吃哪一个呢？它这边还有新鲜水果可以买哟。我们点了芒果牛奶冰、水果冰，还有一个芒果冰沙。来看看这个，几乎是整颗芒果出来的芒果冰啊！这边应该有半颗了吧？你们拿着这个。这一家店不只有刨冰，还有果汁，还有冰沙，欸，很多哎，欸。它有水果哎，欸。我们来等待下一盘料理。这是水果冰，它里面切着新鲜的水果，上面再撒上糖水。这盘刨冰其实很大哎，欸，我觉得它的糖水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那颜色不太一样，它比较黄。嗯，哇，好新鲜哦！芒果冰沙，瞧瞧看这个颜色。很黄，哦，这么黄，悄悄看吸管插下去。哇哈，滚！如何？太新鲜了。嗯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太新鲜？自己被吓到。不过我觉得很好喝的。好，你的结论就是这个好，很好。只是它没有很甜。嗯，有的。有啦。简单新鲜的水果可以来这边尝试哦。最后说什么？